其实我已经追绍兴七年了。刚才那个罗副总，千万别被那个骗。你到现在还在期待他会醒，不像从前一样回到你的身边。我哥现在都已经昏迷了，我住宿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就算房子要卖掉了，我以后不会离开他。他会像睡美人一样，一睡就睡一百。惊喜 Titter 盗礼机至第三者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